师好。今天呢，要教大家用歌曲来学英文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dele 的 Rolling in the Deep 这首歌？有听过吗？有听过。好，那这首歌呢，它其实就是 Adele 她唱出了对于这个不忠的这个男人呢，她唱出这个报复的这个心态。所以开头呢，一开始你会听到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just bring me out of dark.所以开头的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其实是说呢 There's a fire， 我心中有一把火，怒火。A fire is starting in my heart， 就从我心中燃起熊熊的这个烈火。Reaching a fever pitch， 这边的 fever 不是发烧哦，它指的是我这个心中熊熊的烈火呢，已经到了一个狂热的地步。It's bringing me out of the dark， 把我从黑暗中给抓出来。再来你会听到。Finally, I can see your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et you should bear. Okay. 所以最后呢 ，I can see you， 我终于可以 crystal clear， 把你看得很清楚。Crystal 本来是水晶的意思，所以在这边 crystal clear 就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那我已经把你看得清清楚楚，你就去吧 ，sell me out。出卖我，背叛我 ，I'll let your shit bear out。I'll let your shit bear out。这边的 shit 指的是什么？狗屎。Shit， 你说的话，所以它指的是你说的这些胡言乱语，我会让它 bear， 让它摊在阳光下，所以我会揭露你的。对，所以它是这个意思。对，好，那再来呢，就要进到我们副歌的地方。那副歌的地方呢，其实这边是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对，待会大家听到的时候，它是 could have， 所以它会把这个 could 它变成 could have， could have， 对，它会有连音的地方。Rolling in the deep， 然后我们到达一个最高峰。You have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那这边的 had 是过去式哦，所以你本来把我的心放在你的手中 ，and you played it。而且你还一直玩弄它 ，to the beat， 然后让我的这个 beat， 我的心跳砰砰砰，我每一次的心跳，但你都一直玩弄它，所以对，所以这是这首歌，所以副歌的地方你会听到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同学有没有听的 crystal clear？ 有，清清楚楚。棒的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对，有趣也是很好玩。老师，老师，哇，这个很棒哎，老师。对呀，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对，老师真的很会唱。边唱然后边教英文。对，而且他用唱的这样啊，英文是每一个字可以学好了。对，对你如果用嘻哈就比较没办法。对啊，嘻哈对。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没啦，哎，老师小小只，但是很可爱。力道唱的歌唱的很有 power。之前我有遇过一个。学生就是我现在是教高中的学生，对，那他来上课的时候，就听课的时候，就说他跑来说，老师，我跟你说，我小学的时候就看过你的线上的录影带，然后呢，我现在来上你的课，他看到我第一句说，老师，你到现在都没有变，一样，对，因为我除了一般我在补习班教课，然后我还有出书，然后还有线上的课程，对，教书就是要一个 patient。对，热情，热拼出来，热情 ，PASSIONPASSTION，PASSTION，那你记不得这个单词，你要像老师一样用歌曲学习。对 ，PASSION 发了神经发了狂，那什么？这什么歌啊？有这首歌吗？什么歌啦？有啦，那个港星啊 ，PASSION。PASSION， 哎，记得了。配弦啊，对，这首歌好活泼。老师，对对，有他就这样跳啊。曾经有学生跟你告白啊，年纪差多少？差九岁。以内还可以，就是我差我是教高中生嘛，对，然后曾经就是有学生下课的时候，明明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一题了，那他下课的时候每一次下课都会过来问我上课讲过的东西，但他都只问一题，同一题，而且我跟他讲的时候，他明明就是感觉他已经懂了，但然后问完之后就开始一直聊天，然后问我说，哎，老师，那你待会要去哪啊？然后你平常都在干嘛啊？那要不要一起吃宵夜啊？哦，宵夜啊，对对对，出手。
在学校聊到吃宵夜啊，那结果是蛮会约的。对对，我在补习班教。哦啊，怎么办？那怎么办？遇到这种青春期的，那我就说啊，我很饱。OK， 就拒绝掉了。对。对啦，这是孩子有时候很难讲嘛，对不对？对。你这一生有想过你会跟一个小九岁的结婚吗？没有，真的没有想，就觉得。You never know。对，未来什么都不知道。对啊，岁月有时候很难说。啊，你在教了这么多学生，现在是补习班为主啊？对，补习班。补习班这样，南洋街整条倒掉哎。嗯。哦。怎么办？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在。补习班就是南洋街教书，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比较偏就是区域性的，在大直啊、内湖啊这一带教。对，自己开补习班嘛？不是自己开，就是在有一起合作开。对，但其实也都还是很不错。那也有一些线上的嘛？对，也有线上的课程，然后也有出教学的书籍这样子。